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做的。对，但这样也不太礼貌。我要看姐姐的新男人，你要不要看？你在放哪呀？看不到，在哪？指给我看。哎呦，挺真是不仅帅，挺儒雅的一个人哈、啊。看看看，白冰姐姐的那个男嘉宾，挺帅的。啊，这么模糊都能看出来，挺帅的。我要进去那很危险，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偷拍。你就假装在听电话，喂，啊，走错地方了呀。好吗？别喊，别喊！哦，哇！你这招强，你这招强，哎，还不错。